这点活我们来就行了，要不您歇会儿去吧。哎，对，继续。哎，大家好了。怎么回事啊，太君，我去看看吧。快去。别着急啊，太君。怎么样？好了没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马上好了。别磨蹭了，你快点。快点！哎，来了！下回注意点。起来干活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好点了没？好点了，但也只剩下一股劲儿了。你看见没？日本人把我们当牲口一样使唤，这也狠毒啊！有时候还不如我家里的牲口呢。我们这些矿工，早晚都是一个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活着出去？那么看相吗？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别做白日梦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吧，说不定这一觉睡过去都看不到明天的天亮了。对了，不管咋的，我得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。其实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我自己都帮不了，我能帮你啥忙？你可以的。那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绝对不是二话。我想请你，明天能不能帮我带个信儿出去？带信儿？给谁带啊？给我们的亲人。我怎么带呀？你不是要经常出去倒矿渣吗？对呀，可是不知道明天轮不轮到我去送啊。没事儿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如果是你，且帮我把这个扔在你们倒矿渣的碎石堆里。这要是让日本人看见了，可是要杀头的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呀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是不愿意在这里等死人，是想带着大家冲出去，给
高原太君，您真是会用人啊！新来的那批矿工啊，都特别卖力，大大的提高了开采量啊！截止到今天晚上，已经比咱们之前的开采计划快多完成了一倍呢。よろしい。啊，太君，那我先去干活了。犄角旮旯咱都搜遍了，哎呀，该找的咱也找了，该问的咱也问了，还是找不着这地下井道的口子。我觉得这条路行不通啊。就算我们现在找到，也得费一番功夫。更何况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，时间宝贵。再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。哎呀，问题是现在咱外面的消息也送不进去，里面的消息也传不出来。大活人都快让尿给憋死！老杨，诸位，您回来了，快说说情况怎么样？根据咱们之前制定的手语，童吉刚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有了计划，并且准备开始行动了。太好了！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传递信息，只靠他们单方面的消息那也不行啊。这万一要是出现什么误差，那……我知道。他们在里面多等一天，就多一份危险。我们只能想办法，尽快地找到其他路径进入金矿。除此之外，只能等待。哎，不过，看着他们在里面来来回回的，还挺安全的。之前大刀哥在院子里的时候，还跟别人打招呼呢。跟谁打招呼？有小鬼子，也有狗腿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拉矿闸的矿工。你们马上赶回去，盯紧那个拉矿闸的矿工。如果他走出矿区，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，想办法跟上他，看看他留没留下什么线索。是是。他妈的，打人不道歉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？你他娘的敢骂老子吗？信不信我打你？这个金矿应该就会全部塌陷，就是本来是山，炸完就成平地了呗，是这个意思？行啊，有两下子。哎，不是我吹啊，现在金矿这些矿道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那是哪儿，信不信？
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咱们这个炸药还是不够。行，回头想法再偷点儿。哎，咋引爆啊？到时候把炸药都买好了以后啊，先一顺，先引爆一个点，其他的记住就带着引爆了。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一个引爆器才行啊。引爆器，这得尽快想法弄一个。到时候你就瞧好了，轰隆轰隆一炸，把小鬼子全都闷在里面。哎，佟大哥，那儿还可以买一个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你看，他们那会儿多轻松啊！政委，你分析的对啊，孙大刀已经给出我明确的暗号，让我们注意出来送矿渣那个矿工。杨哥，马上过去，记住，不能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暴露。是是，站长，走。咱俩继续观察，注意现金。偷懒不想活了吧？哎呦，小兔崽子，敢这么看我，他妈活腻了！我大哥，我要想看今天的劳动力。哎，是，赶紧干活，快点！想不出来，让我想，不得给我时间吗？可这事儿不是紧急吗？
咱马上得行动了。我已经通知了詹皇国，他已经同意帮我们把消息传递出去。只要政委他们能够顺利拿到消息，也会配合我们行动的。那还等啥呢？赶紧吧，闯一闯，或许还有一条生路。我已经给皇国兄弟们都做了，大家都不愿意等死，都愿意参加咱们的行动。孙大佬，有主意没？我原本是这样计划的，咱们在这矿井底下找到一条秘密通道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，或者是政委他们从外边找到，打通之后进来接应我们。你这不是还是废话吗？那政委要找着了，咱还在这费这劲干嘛？那你说行了吧？我说，前几天我跟二雷子在矿道里面都查清楚了，就算是从外面找到的入口，也都让小鬼子从里面把口封死了。也就是说，很难在不惊动小鬼子的情况下把井道打通。钻地道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，赶紧看，不光我说吧。目前看来只有一条路，从正门冲出去。你憋了半天就憋个这个，那院子里的火力点都没看见，咱冲出去不是给小鬼子当火把子吗？你咋想的？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硬冲当然不行。我是这样想的，首先我们选择在早上行动，因为那个时候小鬼子防范是最松懈的，矿井底下只有二十几个鬼子守卫，咱们大家把那些鬼子干掉之后，再带着大火冲出去。二十几个鬼子，你以为是木头桩子？你咋无声无息的一下把他们全干了？要是一旦闹出动静，咱连矿井口都出不去，一挺机枪就给咱全封死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得做好分工，不能坐在矿井底下。按照早上的惯例，一部分矿工在井下干活，一部分在上面休息。我跟二雷子，我们两个在井下组织矿工，我们干掉鬼子之后，想办法弄出点动静来。这样，我们以一声枪响作为暗号。洪金刚，你听到枪声之后，看到鬼子带人下了矿井，上面的鬼子不就变少了吗？你跟黑铁铲，你们两个人带人去弹药库抢武器、抢弹药，一定要想办法占了院子里那几个火力点，就能掩护我们从矿井里出来。听着倒是挺玄乎，那万一要不顺利呢？洪大哥，我说的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。只要你们能够顺利拿下那几个火力点，就可以吸引这矿井里的鬼子回去，也可以吸引院子里其他鬼子的火力。到时候我们从这矿井里冲出去，就可以和你们会合了呀。看你们到时候冲出去，我免不了是一场硬仗。这都什么时候还婆婆妈妈的？你要不敢干，你就退出，找个地方冒下来。等我们打完鬼子，你再往外跑。我这不是分析吗？啥叫分析？懂不？别争了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哎，大刀兄弟，你看我能干点啥？你跟着我，随时给你分配任务。哎，小大刀。行，大口长懂战术，安排啥都安排得有模有样，但是要能把你这火爆脾气改了，你将来肯定是一把好手。少给我戴高帽子，这叫遇事三思而后行，木侠同志教我的。这好好的一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咋这么怪呢？乖，我给你提个建议啊。啥？少说点废话，留点力气打鬼子。弟兄们，这次咱们一定得拿出爷们的血性，跟小鬼子死拼到底。好了，休息时间结束，起来干活。起来，快点。说，他们准备明天行动，需要我们接应。太好了，总算可以行动了，在这猫着都快憋死了。关键是，他们准备从大门冲出来。政委，现在金矿里鬼子太多，他们很难冲出来，况且他们手里也没有武器啊。他们几个既然决定这么干，一定有他们的道理。对，里外夹击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哎，这么干也是一个路子。老杨。把支队的人都调过来，再加上有作战能力的民兵，
今天晚上之前，我们必须完成作战部署。是。是。政委，有小鬼子往金矿这边来了。最短時間で処理した金を踏まえのせろ。はい。伊藤少佐、ご苦労様でした。厨房に何か食べ物を用意させて。飯を食いに来たんじゃない。金はどうなった？伊藤少佐、金の採掘量は月末までに目標の達成ができるでしょう。しばらくしないうちに砂金を満載した車で工場に向かいますよ。よくやった高原くん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。痕跡は見つけましたか？奴らは神出鬼没、どんな場所でもどんな時でも襲撃してきます。どうか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。宮田くん、油断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。正面からここを攻撃するだと？来るなら来い。見ただろうが、正門に配置した要塞、そして城内両翼の要塞、両側の高所にも要塞がある。攻勢になったら臨場の部隊が3時間以内にここに駆けつける。前後で挟みつければ分かるだろう。我らが大日本帝国軍による猛攻撃で全滅する。たとえ短時間内に支援がなくとも、八路の火力相手に我々は24時間守ることも全く問題ではない。だが高原さん、万が一八路…宮田君、俺に報告作業させるつもりか？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宮田君、どういう意味だ？宮田、何でもかんでも俺に言わせるんじゃないな。高原さん、すみません。伊藤少佐、宮田君の心配も私をもってのこと。宮田君、先ほどの俺の態度は謝るよ。だが安心しろ、全ては私が把握をしている。伊藤少佐、厨房に準備させた食事はすぐにできます。宮田君、申し訳ない。君が来るのは知らなかったから、食事は二人分しかないんだ。君が必要なら俺の分を食べるといい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それじゃあ本当にすまないな。小鬼子，娘的给我等着！
就要行动，跟兄弟们说了吗？都说了，都憋着劲呢。不会走漏消息吧？绝对不会。走，给我们把炸药装了去。哎，走。哎，太君，哎，我是老李呀。你们干什么？老李，回去干活。啊，太君，我们回去。行了，死了。你俩没事吧？赶紧把这收拾了，还得埋炸药去呢。走。政委，人都到齐了。好，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动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外围的戒严工作。告诉大家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，不准开枪，现在都隐蔽好，不能被小鬼子发现，否则前功尽弃了。一天一夜了，我们太累了，我们就想上去休息一会儿。你让我们休息一会儿行不行？我们就歇一会儿，我保证加倍干活，把天的都补回来，行不行？太君，真的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你们两个回去休息一小时，立刻回来。哎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不要没事找事。兄弟们，咱们明天早晨
就要行动了。这些日子看着大家受苦，我心里比谁都难受。小鬼子侵占咱们的国家，霸占咱们的土地，杀害咱们的亲人，可咱们亲人的血不能白流。咱们不是牲口，也不是小鬼子的奴隶，咱们是人，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。所以咱们得拿起枪，拿出咱们爷们的血性，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，让他们知道这儿是我们的家。兄弟们，明天一早听我号令，咱们痛痛快快的跟小鬼子干一场，为了亲人，也为了咱自己，报仇血恨。兄弟们，明天早上我们有可能被小鬼子子弹打死，也有可能会被炸死。如果有怕死的，可以在队伍后面跟着跑。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跟他们拼了，拼了！想要活下去，就得冲，让小鬼子知道咱们中国人没有孬种，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。好嘞，干他，干不干了，冲出去！虽然这么做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摆在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，要么冲出去，要么被小鬼子杀死。冲出去了，我们就能有活路，我们就能和我们家人团聚，我们就能像人一样的活着。对对。少佐、一体何が起きたんだ。ただいま報告があり、近郊に潜った兵士二人が3時間前から失踪して、いまだに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なんだと？把门口的鬼子干掉。伊藤少佐、集合できました。冲！
你们拿顺手当回应的啊！强子，拿这个。好，快！强子，拿这个。好，快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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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佐、金庫の出口を封鎖できれば中の人間は全滅します。もし金庫の中に外に通じる通路があって逃げたらどうする。少佐、宮田、兵を引いて突撃じゃ。はい、お前ら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、追上来了，我们会不会被杀死啊？死亡我们都是逃不出去的命了。咱们别怕小鬼子，当初他是怎么折磨咱们的，咱们就怎么折磨他。兄弟们，咱们人多枪少子弹少，跟小鬼子没法打。这样，你们去前面躲起来，千万别出声。我带几个兄弟去把小鬼子引开。矿长，我说，咱们一起去。行。兄弟们，你们赶紧躲起来。快呀！快！来，躲起。走，走。又何惜用生命献礼。